一年一度的微博之夜可谓是众星云集，各种博眼球啊！现场大咖齐登场，马云先生也来了。张一山在七个我中诠释七种人格，让人印象深刻。其中扮演追星族莫朽娜时，山势比心更是一度被热搜。近日，张一山出席在北京水立方举办的2017微博之夜，登上舞台后大方再现山势比心，马云也有模有样的学起来，现场气氛十分欢乐。马云老师也能够比心。马云老师，你也比一个。马老师，您模仿一个吧。您幸好现在两腿是合并的，要不然我还有点误会。您比一个。来，张一山老师，您再来一下，您比一个一对一模仿啊。Stop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,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, and I'm singing like, girl, you know.